大波妹子荒野求生捕捉到极品火野猪到底有多少，卖出去之后整个人的求生装备那都好好的更新了一遍，不仅仅是带妹的一身新的野外生存外套，就连肚兜都直接搞了一件新的，穿起来那叫一个美啊美。不过独自荒野求生同样极其危险，像是这般一不小心的屁股向后平沙落雁式可是不少。最为恐怖的还得看看在呆妹休息的时候，一根大辣条竟然悄咪咪的就靠了过去，就是不知道大辣条的下场会不会变成大烤肠啊。毕竟呆妹可不是一般的萌妹子，遇见辣条只会落泪，要落泪那也是嘴角落泪。当然有着危险那自然也是有着不少的惬意，比如说利用奇特的虫子钓奇特的鱼，这样的长着一口獠牙的鱼着实是恐怖，也不知道味道到底美不美。而且呆妹也不是真正的独身，至少还有这小猴子和狗子一起陪伴着，同时时不时的来上一个山泉水洗澡，冲去汗水的时候又能将疲劳消除，那绝对是一种极致的享受啊。本期历经半月的阴雨天气，天空总算是放晴了，而呆妹也是利用卖出野猪的钱好好的更新了一番装备后，又带上了狗子和猴子来到了山林之间。连日的阴雨下，山林之中可谓是水多路滑，为此呆妹第一件事便是要找到一个适合打造庇护所的位置，赶在天黑之前将简易的庇护所给搭建起来，否则夜间可就不好过了，这样的赶路进度可是苦了狗子和猴子。于是乎呆妹也只有好好的安慰下他们，好在最终经过一番搜寻之后，呆妹总算是找到了一处心满意足的位置。前面地势平坦不说，大后方还是一整块的大岩石，而且岩石倾斜出来之后，下方可是有着一处极大的空间，只要不是大雨太过倾斜，那基本上是淋不到雨的。为此呆妹便决定在此扎营，顺便还将岩石周围的低矮灌木给一一的清除掉。不过这里的地面太过潮湿，要是直接睡在上面的话，搞不好就会出现中风的情况。于是乎呆妹决定先打造一张隔离地面的大床来，这一下可是少不了要让周围的树木和藤蔓遭殃的。一番操作之下，呆妹可是狠狠地收集回来了不少的树木和藤蔓。木棒部分那自然是作为整张大床的主体框架材料了，将其一端削尖了脑袋之后，便可以较为容易地扎入到土壤之中，而且每一根立柱之上都是附带有一根树杈的，这样的话当将所有立柱敲击到地下后，便可以在上面搭设横梁。不过为了大床的牢靠，呆妹还在树杈连接处将梁柱再好好地绑扎了一番，完事之后再在横梁之上搭设起长木棍，这些木棍依旧还是需要采用树藤进行绑扎。当主体框架部分制作完毕之后，接下来的活可就要麻烦许多了，因为呆妹打算在四根长木棍之间编织出一张树藤为主材料的床面板。虽说整个编织的难度不大，但是工程量却是不小，耗费的树藤自然也是不少的。好在就守着宝山在，山间大量的树藤倒是给呆妹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。不过即便是如此，整个编织工作也是足足的花费了呆妹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做完，这也让干活的呆妹燥热无比，只得脱去外衣好好的凉快了一番。只是呆妹仅仅休息了五分钟的时间又忙碌了起来，因为趁着天色还早，呆妹打算将庇护所的屋顶也处理一下，毕竟虽然雨小的时候没事，但是万一大雨来临或者大风将雨吹偏的话，少不了是要挨上一场雨的。在岩石洞口前方搭建出一个前低后高类似屋檐的简易棚，那绝对能很有效的防雨。至于屋面材料部分，呆妹是瞅准了附近有着不少的长叶柄植物，虽然这种树叶不像芭蕉叶那般一张就是一大片，但是这种树叶的抗冲击性能更好，担心漏雨的话只需将树叶铺设得更加密集就好，毕竟这玩意多的是，呆妹自然是用得放心。最终足足的耗费了大概七八十多片树叶后，整个庇护所的屋顶部分那是绝对的防水，看看呆妹在下端绑扎树叶的时候，那是根本没有一丝的透光，雨水是很难进来的。荒野求生最基本的保障便是衣食住行中的食物和庇护所，衣服不担心，住也解决了，那么接下来便是食物的问题了。而在处理食物之前，首先就得将火源升起来，火的存在可是极其重要的，烹饪食物是一方面，另外一方面便是提供热源，而最重要的一方面是夜间有火的话能对不少的野物起到震慑作用，可以说是安全的一大保障。呆妹第一天出来那自然是带着食物来的，而且这一顿还是搞起了烤肠来，烤肠这东西热量高，蛋白质含量也不低，加上烹饪起来极其的简单，可以说是极佳的野外生存食物了，再来上一点辣椒酱的话那简直是美滋滋，吃的呆妹那叫一个满嘴流油啊。当然好东西向来是少不了狗子和小猴子的，毕竟这两货虽然看起来是拖油瓶，但是却也给呆妹带来了不少的快乐。忙碌了一天的呆妹
一边吃着倍儿香的烤肠，一边看着自己亲手打造的庇护所，同时也是在思索着明天的具体内容。慢慢的，呆妹也躺了下去，疲惫的身体补充了能量之后，再舒舒服服的睡上一觉的话，那便是最美的时间。美滋滋的睡了一觉之后，突然来袭的大雨那是十分的不讲武德，直到中午才停雨。而呆妹也是赶紧的出去搜寻木柴，留下了两只正在酣睡的小动物。这一睡那可真是极其的危险，因为在不远处正有一条大辣条向着大床方向慢慢的前行着。这样的情况可以说是极其的危险的，毕竟狗子和猴子全都睡着了，但凡有一只没睡还能发出预警来。眼见辣条慢慢的变质，距离大床不到两米，危险一触而发之际，呆妹刚好带着一捆柴火回来了。正当她打算回到床上休息一下时，却是被前方的辣条吓得直接来了个屁股向后平沙落雁式。不过呆妹可是见过大场面的，不到两秒钟便恢复了过来，随即将狗子和猴子向后挪了过去。接着脾气上来的她竟然直接徒手的向着大辣条抓了过去，因为呆妹已经认出来了，这可不是带毒的辣条，只是一条一般大的黄金蟒而已。这样大小的辣条，呆妹光是吃过的怕是就不少于一手之数了，更何况辣条头部还有着明显的伤痕，战斗力估计不高。一番查探之后，胆肥的呆妹还将辣条拿了起来，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之上。原以为这条大辣条那是凶多吉少了，毕竟呆妹可能已经在采集香料了，没想到那树叶可不是香料，而是一种草药，利用它的枝叶可以有效的治疗碰伤一类的淤痕。呆妹则是给大辣条来了个树叶疗伤啊，最后更是将辣条给放了。当然不是呆妹不想吃它，而是这种黄金辣条比较少，需要进行保护，否则今儿可就吃上皮皮扇了。将辣条放归山林之后，呆妹又收集来了不少的树藤，准备编织一个物件。四根树藤分别立于八方，接着再采用双股树藤围绕着四根树藤的交叉点，开始不断的上下交错编织，整体形成一个圆形的模样。而当编织到大约四十厘米的直径时，再将树藤收紧向上，这样便像是一个大碗一般。不过这可不表示大碗，因为继续向上编织之后，呆妹的这个器具中间有一大块的孔洞没编织。至于顶部的话，则是直接将几根树藤收紧在了一起，看起来虽说模样不常见，但是还挺有艺术感的，十分的漂亮。完事之后，呆妹还砍来了一棵老树，将其固定在了屋面立柱之上，接下来便将狗子给抱了过来。原来呆妹这是打造了一个属于狗子和猴子的空中小屋啊，看看狗子和猴子一脸享受的模样，那就知道这个小窝舒服的一比啊。当然呆妹之所以打造空中小屋，也是有之前蟒蛇来袭的原因，这样的空中小屋自然是能够防御不少的野物的。不仅如此，呆妹还在庇护所周围打造了一圈的围栏，这样的话看起来不仅好看，同时也有一定的防御效果，毕竟动物都是有领地意识的，呆妹将这里围起来的话，一些动物那是不敢轻易的越过去的。这两天的忙碌也是让呆妹浑身都是汗水，十分的不舒服。为此完事之后，呆妹搞了不少的竹子，将竹节打通之后，把山泉水给接引了过来，美滋滋的洗起了凉水澡。不得不说呆妹是懂大家的呀。美滋滋的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勤劳的呆妹又开启了干活模式，来来回回的在附近的收集来了大量的石块，同时又在一处裸露的土壤之中发现了有着大量的蚂蚁巢穴。不过呆妹可不是要挖了蚂蚁巢穴，而是打起了这些泥土的主意。这些蚂蚁巢穴附近的泥土因为被蚂蚁处理过，所以有着不错的粘性，可是一种极好的建材。再利用木棒将它们敲击松散，再加入适量的山泉水进行充分的搅拌之后，呆妹便做起了砌筑的活来了。一层黄泥土外加一层石块，砌筑间再利用石块敲击紧实，慢慢的呆妹火炉便长高了。而且在呆妹手掌的不断抚摸之下，整个火炉不论是外壁还是内里，那都被打造得光光滑滑的，看起来可是十分的漂亮。当然潮湿的雨林中等着火炉自己干燥，那怕是要等到猴年马月去了。为此呆妹直接就搞了不少的木屑下来，利用起了打火石升起了火来，准备直接用柴火的热量烤干火炉。然而大火还没烧起半小时，大雨便直接袭来了。老是听人说为啥呆妹周围都没有蚊虫出没，你们自己看吧。大雨虽然不合时宜，但是却也是能够给呆妹带来极美的食材，雨后的野蘑菇一个比一个看起来还要茁壮，这都离不开雨水的努力。当然蘑菇可不能乱吃，前提是要认识，而且搜寻蘑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脚下，否则便会像呆妹这般的。直接来了个屁股向后平沙落雁式，差点没有把自己送走啊！好在只是弄了一身的泥土，唯美风直接成为了原始风。
而且一路之上呆妹还不止一次中招，这也导致了今儿脾气格外的暴躁。于是乎，在接下来的视野出现时，呆妹那是直接火了。只见一条两米长的蛇正在对着一只大鸟发起进攻，见此状的呆妹那是直接上手拉起了架来。没想到的是，这条辣条竟然翻了天了，转身就想要给呆妹一口。好家伙，这可是吓得呆妹花容失色 0.3 秒钟，随即便将这条辣条直接给带走了。于是乎，转眼间一道炭火酒转皮皮扇便冒起了香味，而呆妹则是趁着烤皮皮扇的时间，先去美滋滋的洗了一个澡，将身上的淤泥全部给清洗掉，之后便蹲在了火炉边上，慢慢的等待着酒转皮皮扇一步一步走向成熟。直到熟到最佳的时候，呆妹这才拿起了打野刀，开始将皮皮扇烤到焦香的肉割了下来，美滋滋的吃了起来。不得不说，得罪谁那也千万别得罪呆妹啊，不然一只大鸟和一根大辣条，为啥呆妹没有过问那只大鸟？为啥此时大辣条成为了酒转皮皮扇？这一切那都是有因果关系的，只能说大辣条一路走好，下辈子遇见呆妹就老实点吧。